吉鲁巴，它是源于美国的一种舞蹈，所以呢，轻松活泼又轻快。它每一小节有六拍，跳六步。现在我们来介绍基本步。首先，我们介绍男步。男士呢，由左脚起步，第一拍左脚点，第二拍左脚侧点，第三拍右脚点，第四拍后踏，第五拍左脚退，第六拍右脚进，连续动作，左脚开始点踏点退退进，点踏点退退进。接着我们介绍女步，女士呢由右脚起步。第一拍右脚点，第二拍右脚侧踏，第三拍左脚点，第四拍左脚退，第五拍右脚退，第六拍左脚进，连续动作，点踏点退退进，点踏点退退进。接着，我们做两人基本动作，牵双手。手的部分呢，六拍里面呢，我们做三个动作：分、合、拉、分、合、拉。好，现在我们配合脚的动作，男左女右脚开始，点踏、点踏、退踏、点踏、点踏、退踏、点踏、点踏。退踏，